其实我觉得，相当的感动。那今天因为主角在议会，他必须要接受质询，所以他今天没有办法来亲自主持这个非常的一个记者会，所以他特别指示我一定要来，那也要借着这个机会来感谢这次帮忙的很多的单位，包括我们 AIT 高雄分处，包括社大，还有合通。还有我们在座许多的这些合作的伙伴，因为我们的老师很好，大家共同还有社会局提供富康巴士这样子的一个协助，我特别要感谢我们这边的一个这些老板单位大家的一个帮忙。那就是刚刚看到的第一段影片跟第二段影片，就是我有很深的感触。我们这次取的叫做自由边界，自由边界，我觉得名字取得非常好，尤其他的英文取得更好。这个 breaking boundary 要突破，要突破这个边界。所以我刚刚在来的时候，我在想说，自由边界我怎么没有翻译？其实我们很常翻的就是 unlimited， 就是它没有限制。其实我刚看到的这个 breaking 这件事情，所以我们让我维持经验。所以从第一段的影片里面我看到了我们那位年轻的舞者，然后从他台中市的家里面一路来到练舞的场地，其实每一关对他来讲都是边界。穿鞋子、下楼梯、跨出家、上马路、过斑马线、上捷运、高铁。